目前第二具女尸的抛尸案，我们锁定的嫌疑人是刘军。根据我的推理，现在我描述一下3月14日晚到3月15日凌晨整个案发的过程。3月14日晚24时左右，保安孙大柱跟他的女友春香在保安室里聊天，听到了一声喇叭。孙大柱看到的应该就是刘军带着受害者回到了小区。死者在死前和刘军有过性行为，而且很可能共同吸食过毒品。也许是出于某种原因，他们发生了争执。在毒品的刺激下，刘军丧失了理智，杀死了受害者。刘军在杀人之后冷静了一段时间，然后决定要迅速处理尸体。刘军离开小区的时候，孙大柱再次为他打开了大门。刘军这孙子是个非常狡猾的人。那为什么我这么说？从他选择抛尸的地点上就能看出来。由于媒体的报道，刘军知道在浅草湖发现了一具无名女尸，于是为了干扰我们的侦查视线，他也选择在浅草湖抛尸。接着他又开展了一系列的行动，删除保安室的监控录像，成功嫁祸给孙大柱，掩盖他的犯罪事实。当然这些都是我们的推断，但是仔细的想一想，在我们调查的所有对象当中，只有刘军具备作案条件。一，他一个人住，社会关系复杂。二，根据孙大柱的描述，刘军当晚出入过绿园小区，只有他吻合作案时间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，我们在刘军的家里发现了死者的耳环，这已经构成了他犯罪的事实。除了找到耳环，有没有发现其他的证据？目前还没有，但是我们觉得刘军是个吸毒者，因为在他家里留有吸毒的痕迹，所以我想让技术部门啊到他家去仔细的勘察一下，看看能否确定他家就是案发的第一现场。总之，从314案立案至今，他的嫌疑是最大的。所以，如果领导能够让我拘捕刘军，我有信心会取得重大的突破。嗯，宝哥，嗯，你的意见？根据我目前掌握的情况分析，刘军确实具备作案时间和作案条件。不过，现在困扰我的并不是刘军，而是死者的身份到现在都还没有确定。大栋现在在排查失踪人口，可是没有取得突破，所以我断定死者应该是在娱乐场所或者是流动性特别强的地方工作。周队，我们希望能和刘军直接接触，这样才能确定我们下一步行动的方向。嗯，这干什么？都干什么？都干什么？这这啊！各位大哥，饶了我吧，我不该在你们家下手，饶了我吧！啊啊啊！注意了。汪头到现在还没有出现，我担心他有危险，我马上进去查看一下，你们准备随时接应。好，明白。
说你呢，找什么呢？哎哎，服务员，你这有包间吗？对不起，我这没包间。没包间？开玩笑吧？那你这厨房，我们这真没包间。小伙子，我那朋友啊，他说中午在你这儿订的餐，我先找找他啊。我们这还没营业呢，现在真没人。你再想想啊，我那朋友是中年人，大概这么高个儿啊。没看到。那，你到底要干嘛？打个电话。手机关机。对不起，我弄错了啊。这两个人是一伙的。是啊。再交货怎么办？先关起来，下午把他送到我那边去，我再问问。不管怎么样，今天来了这么多生面孔，太危险了。这样，你今天晚上就办，地址我给你。等新厂房安置好以后，按照 case 的配方再生产一遍，但是要找台摄像机，把整个生产过程给录下来，拍得细点，我有用。大哥，要搬家？有这么严重吗？还是稳妥点好。我先走了。好。周队，你就当我求你，你让我们控制刘军吧，啊？喂，是我。什么？你等一下。你们两个人的事情呢，我会考虑的。先回去。是。喂，你再说一遍。不，老汪怎么会突然失踪啊？汪头进去很久都没有出来，我担心他有事儿，所以我进去查看了一下，可是在里边没发现汪头，但是我又不敢轻举妄动。老汪电话呢？汪头特意没带手机。那这个饭店有没有其他出口？那个饭店肯定有其他出口。周队，现在有两种情况：第一，汪头发现了线索来不及通知我们，他自己跟下去了；第二，很有可能被刘军他们一伙发现了，把汪头控制住了。情况不乐观。老汪这样一个经验丰富的警察，即使他单独出去也会留下线索的。他肯定是遇到了非常复杂的情况。你们就盯在那，我呢马上派人支援你。一旦有老汪的消息，必须第一时间向我汇报。如果出现异常情况，你可以随时采取行动，但是必须要保证老汪的安全，明白吗？是。王局长，是我，有紧急的情况向你汇报。我具体没听清楚，但是周队说了，刘军、老汪什么的，估计有行动。从他这谈话当中，还有这电话里边，我觉得出事了。不管了，走走走走走。老范，我们侦查过了，饭店果然有个后门。你们分两边给我堵住，
发现汪头马上通知我，我现在去刘军的老窝看一下。大姐，你离开宁江了吗？啊，还没有呢。为什么不听我的话？你知不知道警察在找你？大姐，你不要生气嘛。我怎么会不听您的话呢？要是没有您，也不会有我刘进的今天。我知道警察在找我，可是大姐，您这次千万不要急着赶我走，请您考虑一下目前 K 四的情况呀。你走跟 K 四有什么关系？大姐，你听我说，这 K 四毕竟是你我的心血呀。而且为了 K 四，我一直有一个大计划没告诉你。我早已经把即将试产 K 四的消息啊散布出去了，市场反应很热烈呀。下个星期，外面的几个老大就会赶到宁江来，当面品尝一下 K 四。如果效果好的话，那肯定会大火的呀。哎呀，可是现在这 K 四的市场也出现了大问题，我不能半途而废呀。大姐，我明白，您是为了我好，怕我出事儿。可是，我求你了，在最后帮帮我。您放心，只要 K 四一旦成功，我马上就会离开宁江的。你要我怎么帮你啊？大姐，您给我的 K 四的方子不会有什么问题吧？胡说。我出的配方绝对不可能有一丝一毫的差错的啊。那就好，这样我回头安排人把整个生产的过程啊拍个详细的视频发给您。请您帮我看一看到底是哪里出的问题。那好吧，我再答应你最后一次， K 四一旦成功，你必须马上离开宁江。啊，会的，一定一定，谢谢您，再见。大哥，人我已经带回来了。没让人给盯上吧？没有，你放心吧。彪子呢？彪哥在路上。马上到，到了让他立刻来见我。好的。老大，今儿手气怎么样？愿者上钩呗。哎，什么事儿？那个。大哥，啊，我感觉事情有点怪呀。说呀。哦，猴子一直在盯着他，这刘军按道理是被我们和警察给吓着了，他躲在那里是避风头的，可是他一待就不走了，而且好像还忙得很，所以我觉得挺奇怪。哼，我早就听到风声了，刘军这小子最近在宁江要有一个大动作。老大消息灵通，他有什么动作呀？哎呀，这小子在外地的网络放出风声，说他马上要推出最新一代的冰毒 K 四，他找了一大帮外地的买家来宁江尝他的新货。哦，这小子胆儿也太大了。那这么说，圈里有头有脸的人物都要为刘军而齐聚宁江了。 K 四他的研制进度可真够快啊。所以我一直在说，刘军的背后肯定有高手在帮他。
人才啊，我们现在最缺的就是人才啊。啊，大哥别着急，像刘军搞这么大动静，他迟早要完蛋，警察也不是吃干饭的嘛。他完不完蛋关我屁事，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他背后的高手到底是谁。行了，去跟猴子说，让他盯紧点啊。我知道了，去吧。刘军吸毒还贩毒？确定？根据老汪的资料，刘军很有可能是宁江市这两年最大的毒贩。难怪周队一直舍不得让我们下手呢。啊，原来大鱼都给老汪留着。勇哥，福克，周队刚才让我通知所有人不得离开局里，随时待命。什么事儿？我也不知道，应该有行动吧？这真是大行动。有老王的消息吗？你就给我盯在刘军那，监视他的一举一动。我呢已经向局里做了汇报，为了确保老王的安全，局里正在调集警力，准备今天抓捕刘军，不能再拖了。进来。军哥到了。坐。哥子，有件事你去给我处理一下。楼下那个厢车看到了吗？啊，今天啊，有个生面孔差点闯进了我的厂子，让我给抓住了。他自己说呢，他是个小偷。哼，我看啊，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。这样，你再去给我审一审。审完了怎么办？这个我还没有完全想好。等审完了以后，回头再说吧。明白。签了。嗯，彪哥，大哥说不让签字吗？就是大哥让我来的，签。谁派你来的？大哥，没人派我来呀，大哥。啊！硬，来，你们下去。大哥让我一个人。你怎么落到刘军手上了？我得救你出去。松不松？刚刚跟周队联系，就说已经和联系上了。我现在很安全，我担心他们知道我在这儿，会对刘军动手。这样一动。就前功尽弃了。啊？那你怎么办？不用你吗？你快去。哎呀，大哥！哎哎！啊！我他妈打死你！妈，过来，关上。好，哎，好好，哎，拜拜。大哥，怎么了？树猴说刘军住的附近出现好多生面孔，他说好像是警察。他能确定吗？能确定。他说其中一个人过去抓过他，他认得。我就知道呀，刘军这小子风头太劲，让警察给盯上了吧。哎呀，天哪！不对，这事我得想想，我得给刘军打电话。
哎，这是为什么呀？什么为什么呀？刘军要是被抓了 ，K 四就没了，我还等着 K 四帮我们赚一大笔呢。再说了，刘军这个王八蛋，他就是死了他也不能被抓，他是被抓了，你我都得受牵连。快！知道这回是什么案子了？抓刘军。理由？全组人都到了，而老王那组没到。老王一直是盯着刘军的，这说明是让我们配合老王他们去抓刘军的。你小子可真聪明，又给你猜中了。咱们这次可是一举两得，只要把刘军一抓，咱们这案子也就顺带破了。是，这回你又可以显摆一把了吧？必须的。明白，我谢了。彪子，怎么了，军哥？刚才老狼打来电话，说这周围有警察，很有可能要对我们下手。那咱们撤？撤？不，我早已经有所准备。我在这外边啊，买了点炸药，要是警察真的过来，我就负责放烟花给弟兄们看，啊！各队注意，集结完毕，现在出发。不会是老狼胡说吧？咱们这个地方这么隐蔽，怎么会有警察？要不我出去看看？也好，不过你要注意着点，万一真的遇上警察，不要硬拼，啊！收到，收到。出装，好好收什么队啊？外面别说是警察，就连鬼影子都没有。难道老狼是在诈我？啊？你想，老狼怎么会知道咱们这个地方？这个问题刚才我就想过。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啊，我还真被吓了一跳。
妈的，这老狼什么意思啊？莫非那个汪海也是老狼的人？他故意打电话试探我？不对，反正今天晚上所有的事情都不太对，没那么简单。军哥，你要是担心，咱们就撤，换一个。那个汪海，你打算怎么处置？我看他也不像是装的，被我们一下害怕了够呛。我想，要么就做，要么再吓吓他，让他滚蛋。不行，干我们这行呢，主要是求财，千万不能轻易动手杀人，那样反而容易被警察给盯上。但是，也不能就这样把他给放了。我总觉得这个人的来历不简单，而且我怀疑他很有可能就是个警察。不会吧？我们要真抓了个警察，他们不早对我们动手了？反正他都不像是一个简单的小偷。你想，这小偷出门身上怎么会这么干净？手机、证件什么都没有。那怎么办？也关他几天。我最近啊有件大事要办，等我办完了这件大事儿，就让他自生自灭吧。彪子，你再派几个人到这周围再转悠转悠，一旦发现情况及时报告。我这心里啊还是不太踏实，只要过了今天晚上没什么事儿，找老狼问问，究竟想要干什么？好。彭大勇，普科，到，到我办公室来。嗯，二位好像有很多疑问。其实呢，我回来也想了一路。哎，你们明白不明白我为什么不让你们去查刘军了吗？嘿，好像都明白了。啊？报告周队，不明白。这么说吧，两年前，在宁江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毒品，叫 K1。这种毒品的特点，就是它比其他毒品呢，见效快。纯度高，当然价钱也很高。它的价格要比一般的毒品高出三成。接着，第二年呢，又出现了见效更快、纯度更高的 K2， 价钱也是更高的，这不用说了。直至今年上半年 ，K2 的升级版 K3 又出现在了宁江。危害嘛，我不说。你们可想而知。其实早在 K1 K2 出现的时候，局里面就很重视，成立了专案组，集中精力对 K1 K2 呢展开了侦查工作。我们发现呢，宁江这个地方很可能就是这种新型产品的生产地和散发地。于是我们从外地请来了一位工作非常有经验的缉毒警，卧底到了宁江的贩毒圈里。经过长期的排查，我们现在呢，终于可以确定，源头就是这个刘军。
刘军这个人嘛，非常狡猾，很多核心的情报全都由他一个人掌握着。你比方说，配方从哪儿来，在哪儿生产，销售的网络是怎么样的，跟谁去交易。虽然我们这个卧底跟了他已经很长时间了，也取得了他的信任，但是到现在对这一切还没有完全掌握。所以局里就派人24小时盯着他，我们俩一接触刘军，您这儿就知道了。是，老王呢本来就是这起贩毒案的主要负责人，他们一直都在盯着刘军，他哪里知道刘军也成了你们的调查目标。但是你们知道，你们的介入马上就引起了刘军的警惕。嗯，对不起，我们打草惊蛇了。哎，现在不存在了。今天呢发生了一起突发的情况，确实让我们措手不及。怎么说，警察都撤了？是啊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，警察又消失了。你说这警察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？哎，猴子呢？哦，正在回来的路上。哦，大哥，今儿晚上这是唱的哪一出啊？我觉得有两种可能。一，猴子弄错了，警察盯的压根就不是刘军。二，警察改主意了，暂时放刘军一马。总之我们最近啊不要盯刘军盯得太紧了。唉，我们这么通风报信，哼，弄不好把你们给出卖了。再说了，如果警察真的盯上刘军了，还不一定出什么幺蛾子呢，别最后引火烧身烧到我们身上。咱们以不变应万变。王给刘军抓起来了。是啊，我们今晚本来的任务呢就是要突击营救老王，但是我们013卧底的同志打过信号来说呢，老王现在很安全。老王呢也跟我们说不要我们营救他，怕影响大局，他说他自己会想办法脱身的。那您跟我们谈这些是急什么呀？这不马上给你们布置任务吗？听好了，是这样，老王这组呢归你们指挥，正好之前刘军也是重要的嫌疑犯，我呢已经向局里做了请示，这两个案子可以并案侦查。高兴了。第一，确保老王的安全，争取尽快的把他营救出来。第二呢，要密切的配合我们013的卧底同志，尽快的查清刘军的上线。这个代号叫妖精的上线呢非常神秘，刘军到目前为止都没见过这个人。我们卧底同志提供的消息是呢，这个人应该是个女性。刘军现在所有的配方全部都是由这个人提供，所以抓到这个人对我们至关重要。时机成熟的时候
可以将刘军的生产线以及他的销售网络一网打尽。第三嘛，继续调查314无名女士案，争取尽早的破案。二位明白？明白。明白。还有，到目前为止，我们的卧底同志呢，现在是刘军最得力的助手，他叫彪子。关于他的具体情况，你们呢，去跟老王这组人马对接。最后我再强调一点，二位必须拿出12分的智慧，不要心急，要耐心，耐心等待最好的时机出现。算我求你们了，行吗？是是。我们又晚了一步。就在昨天晚上，我们准备引救汪头的同时，那家小饭店已经是人去楼空。刚刚我们又检查了一下，在饭店的厨房间里边发现了一个隐蔽的套间，那里应该就是刘军加工毒品的地方。现在分析，老汪很有可能也发现了那个地方，所以才被刘军他们抓走。如果那里真是刘军的毒品加工厂，那他就是连夜搬走了。可是毒品加工厂会搬到哪儿呢？013会不会掌握这个情况？刘军这个人狡猾得很，013跟了他那么久，到现在都不知道他毒品加工的地点在什么地方，现在也应该不知道。老范，你跟刘军的时间要比我们长，你觉得他察觉到我们昨天的行动没有？我们一直监控刘军，但是手段还是比较松的，没有跟得太紧，应该不知道。但是经过昨天的行动，现在很难说刘军是否有察觉。不对，我觉得他已经发现我们盯着他，否则的话他不可能这么快把工厂给搬走。我有这么一个设想，如果我们不要死盯着刘军不放，给他一点空间，也许我们会有更大的收获。接着说。我研究了刘军的资料，得出这么一个结论，刘军是一个生性多疑的人。上次根据方音的举报，我们去了绿园小区，跟他接触之后，他其实并没有发现我们的身份，可是他马上就离开了绿园小区。还有老汪去调查小饭馆，马上就被他扣押了。根据013的情报，老汪的身份并没有泄露，可是刘军连夜把工厂搬走了。通过这两件事可以得出结论，就是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，他立马会做出反应。所以我们暂时要按兵不动，给他一点空间，也许会引蛇出洞。我同意普哥的意见，而且为了老王的安全，现在也不宜惊动刘军。对，我们外松内紧，只要加强和013的联系，老王没有受到威胁，我们就让刘军动起来，只要他一动，我们就有了方向。好，我同意。对了，大总，无名女士的身份查得怎么样了？啊，还在排查。整个宁江市的大大小小的会所、夜总会、酒吧这么多，一个一个查过来，还是要点时间的。好的，抓紧时间接着查。我相信，只要落实无名女士的身份，我们侦破314案件就一定会取得重要突破。是我，厂子已经安顿好了，拍下来没有？好。我已经和妖精说好了，带上你的磁带，还有 K4 的样品。今天下午3点，你坐缆车到清明站，妖精会在山顶上等着你。
记着，保持通话畅通，妖精会随时联系你的。